大家好，今天下午又宰山了啊！现在就是每天这时候就是磨蹭了，只要羊能宰，每天要宰山了，因为宰的多，他一天宰不完。俺宰一天，俺舅家宰一天，俺两家轮着宰，就是一他宰一天，俺宰一天，因为宰山一个人俩人累，没法宰。今天又是30多度啊，这几天都挺热的。现在咱早点往地里边走，因为栽的多，去完了栽不完。有点会儿，俺爹也来了，有啥会儿可惦记嘞？你桌没了吧，姐姐？桌这个压的早，桌这个不是水深的。这出水。嗯。这是。这没也快了。主要是你来了。不是，不用找石头干头了。对。这都是石头。嗯。我啥没都来了。队长一来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人都干横了。干横不横，由队长统一指挥啊！他们不务工。嗯。这块地背了。下一回。嗯。你拉水是不是把我三轮给我坐那儿？我奇怪了，我脚一上，你们把肉给刮了，头刮，正好要哭，刮的大口。你看刮着大哭，你看看你是不是把三轮我奇怪也不是你是这就在家里给灭哭了是。来了都想套路在家里天，你这不是哭我啥时候会了你这个哭。不是就是几个一上没你把肉给刮了。刮还不去刮个大哭。今天我就是到地里都想就在家里灭掉哭啊。不是你等会儿叫我看看他是你一个我体会了。我说你不好气，不好气，非得怨。这个六只铁，谁整的没呀？那没住掉，没住嘞，这时候。这个是最后整的时候。把这个盖住。对，我家磨柴上配了，放柴，配上了。对，包柴。配上。这是专家级的人物，来。这谁拿我衣裳？是你拿我衣裳？磨。看见我这衣裳了，你磨。哎呀，这不是你这是花墙嘞，那花墙嘞，我在这块儿。你在这坐，你看你拿的，你看你给我弄的。你在这坐嘞。这剩的五。花墙开，花墙开屁股往上，开花墙屁股。他在这块儿。看我这装毛病嘞。不是我的。那可不是我的，你几个不是你这是谁？眼看是你的，不是你。把我肉肉茶壶给我刮坏，你才把人家字儿弄我气。你这弄啥能弄好？一个劲儿啊，几天都碰来了。嗯，我劲口嘞。正好也碰了，收不下吧的，给弄不完。这又栽着哪一片？那是不是？嗯，这个是垄，有垄的有平地的。再看看今年老那长得好。对，几个在栽山有不少吧，几个。不少。这搁你又搁你这有平地。又搁你那有片地。挖得吧。泡山吧。慢慢泡山。今年积的山大不大，全看俺舅了。啊。今年你是队长，所有种地都是你指挥的。不摘，光指挥不摘，你整不好了，你都是后边戴草帽的，都是伢的事。伢有他在跟前，都是啥事了，都是伢撑的。
不能叫二把手碰的。这多长时候一回都没掉过，你一时都得掉。还有你不能往下蹲，那往里头垫垫是吗？那石头蹲，拿石头蹲，拿石头把那根儿把掉上去了。